继北北桃合作的1200元交通月票，将城市相互连接成生活圈，创造经济产值、净零碳排的成效。在打造宜居生活圈高峰论坛上，四位市长也对市政近一年的成果与展望侃侃而谈。未来，在我任内，我要把台北市打造第一Founder Friendly City， 创业家友善的城市，我们全面动起来。第二 ，AI Driven Smart City， 一个以 AI 为导向、核心发展的智慧城市。第三，我也跟高岛市长讲，台北跟福冈市，以及之前我去首尔跟首尔市长面对面谈，包括之前到上海，我也跟这些城市讲。我们希望即刻来落实我们双方两座城市创业家创业基地共享计划，也就是双方两座城市的创业团队创业家互访到各自城市，只要需要创业空间 co-working space， 我们都可以共享。我想我们即刻来落实，所以这是台北市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景方向，目标明确，所以可以创造我们首都圈千万人口，跟基北表四县市合作，一起努力。我上任以后，譬如说营养午餐免费，或是这个小学里这些中小学老师，这个这些非正式的老师啊，全年聘请，让这些学校教育能够水准能够提升，老师能够安心的教书，让这些劳工说，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补贴他的薪资，可是他的这个，因为劳工相对都比较年轻。可能他们的小孩在就学，所以这个营养午餐不要在你家长负担，你们的学校老师要让你们放心，他们绝对会非常安心的把小孩教好等等啊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件，我们希望说他没有后顾之忧，在学校里面上学的小朋友们这些子女们能够让他们觉得说，在桃园虽然刚刚讲说薪资不像高科技那么的光鲜亮丽，可是在桃园就学环境。他们可以先安心。大家都了解，我们基隆俗称渔港啊、渔都啊，它下雨呢，一年超过200天，而且这200天呢，有100天可能是集中在冬天的4个月里面发生的。所以我未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，就是要打造基隆成为全台湾最多优良室内空间的一个城市。我们首先先打造亲子的空间。我们在我就任的3-4个月，我们就打造了2座所谓的室内儿童乐园。我们在耶诞节前还可以再开2座，然后在明年第一季还可以再开3座。那现在呢，其实跟这个两位双北的市长报告一下，我也很开心。现在有很多家长其实会带孩子到我们的室内儿童来玩，因为很简单来说，因为我们室内儿童乐园虽然是公益的政府空间。但是商业等级是营业等级，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公益跟社会的一个设施，所以第一阶段我们希望打造亲子的，再来我们打造给成人的运动，以及大家都知道现在都很重视毛小孩，毛小孩也是跟我们小孩一样疼爱，所以未来基隆希望有很多的很棒的亲子空间以外。也会打造很多毛小孩的亲子的室内空间。我们利用我们的区域型化跟基北北桃一起连结，所以林口我们跟八里淡水它有智慧物流，因为我们有台北港过来后，板桥、新庄、三重、芦洲、五股、泰山是我们金融跟数位的中心，像 Google 的总部就在我们板桥。再往南边到了中和新店，我们有高阶医材，因为双和医院配合我们的宝高很多的大的企业进驻，再往北走，我们可以到我们的汐止、资通讯跟我们的南港跟基隆，可以变成一个经贸的廊带。然后往右边走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土城的传统的智慧制造开始转型升级，然后三鹰文创可以跟大溪整合在一起。面对四个城市如何跨域合作，蒋万安自豪1200元月票，张善政则谈到焚化垃圾合作印象深刻，也希望四个城市共同打造城市生活风格。谢国良认为深化区域合作是必要的，未来基隆捷运的建设将能大幅提升基隆的竞争力。首先基隆一定要合并成直辖市，所以我们跟新北
跟双北，还有跟基北北桃跟桃园，我觉得我随时随地都会提醒我们这些直辖市们，哦，应该未来我们有机会的话一起来谈合并，但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条件要把它提升，所以我想透过我刚刚讲的把基隆的条件做得更好，透过基隆捷运把周边的整个产业跟就业发展出来，我相信那个时候就会水到渠成。在七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到新加坡去参访，新加坡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在很多政策的规划，他们有一个2030 Green Plan 2030绿色计划，而且很明确的执行方向跟做法，比如说他们2030年要再多种100万棵树，很具体，他们在尖峰时段要使用大众运输工具的比例要达到75%，到2030有25%的学校要达到碳中和，所以我们去新加坡也特别去他们的环境永续部去跟他们座谈，去了解他们怎么样来推动达到2030净零碳排的目标。所以台北市我们回来，我们也拟定了每10年阶段性的减排目标，2030我们要减40%，2040希望减60%，到2050100%。我觉得我们将来四个城市在这个合作平台上面，我希望在开始我们基础建设大家都在努力进行，中央也有40亿经费，大家都非常努力，非常辛苦，因为捷运新建所造成在地交通这个冲击，可是我们开始要去打造我们四个城市合在一起所谓生活品味。生活品味叫什么？是体育活动是一种生活品味，文化活动是一种生活品味。比如说过一阵子我在讲新北好了，那个椰氮城，椰氮城啊，旁边自己搞个椰氮城好不好？不好啊。那个我觉得这么近的距离，我们自己搞个椰氮城很有意思。我们过几天就搞一个万圣节，万圣节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弄，我们来弄，椰氮城你来弄啊。大家好，分工合作，把这种生活品味的层面一个一个拉抬起来。会后接受媒体联访时，被问到蓝白合议题，四人先尴尬微笑对视。张善政说：“没涉入细节，不便评论。”蒋湾重申朝政党轮替目标前进。基隆市长谢国良则盼柯文哲、侯友宜面对面谈。记者翁俊台北报道。